青草朋友哈，接下来呢嘛是迄个赶快，今日嘛是迄个八日哈，五月八号嘛，哈。那我拢无吹啥啦，因为昨暝咱遮落雨，规个园啊内底，佮落到小块有一点啊积水，积水了，哈，都有水，所以阮今日就拢无出哩，哈。那呢，你来看，即个已经87岁，啊，88岁，即个在阮遮的迄个，会当讲讲起来就是真老，真老的老。老工作伙伴，那伊个特色是中破西，自少年到老啊，哈，伊拢得甲三个多姿西共办到，所以讲伊伫咱加入咱这个座谈会，甲古主年啊人咧办到，伊还搁咧办咧哦，是即马88岁哈，伊大概讲啊，莫办啊安尼哦哈，啊，那丁先生嘛82、83岁。下载的时阵，就因为咱有栽道证，哈，讲正经无栽条卖，这条若讲要摕来菜市啊，我讲予你听，真正无人要甲咱卖，啥呐？啊，都歪歌起错，无水性。所以讲的时阵啊，吼，因两个讲，哎啦，咱还佫有一束啦，迄个。还佫一点仔尔，无偌济啦吼。梅仔哥啦，就是咱咧讲迄梅仔哥，去军王来哥迄梅仔哥啦，哈。啊，当袂当出去佚佗，无着阴影吼，就来下来干熬啦。结果唔知影讲熬起来即种，咱即种是补啊哦。啊，你不煮，恁嘛知影讲即个补啊，即种古早补啊，就是人咧做壳啊，迄种较早咧做来咧壳水咧肥遐就对啊，哈。你若过了有水的时候，伊就是一个较水的肥虾，就是古早无改良的蚵仔。啊，即卖蚵仔已经改良到吼，吼乱七八糟，拢安尼细细块啊，安尼细细条啊，长长安尼，吼啊幼咪咪迄种，吼无即种古早型古早味。向阳因两个呢，甲我讲一句话，啊，食老若讲哦，坐伫椅啊。要搁会当大家拉咧手叮当叮正，即个拿了拿忝换即个来拿了哦。哪讲来这安尼猛做猛做安尼啊吼，啊这正有人买，因为咱顶日啦吼有哪有做一，甲做一鼎尔，做一鼎蒲仔糕哈。听文华因甲我反映，讲咱的丐帮吼落一个讲要半小时，讲要卖无啊，我唔肯卖。先啦，我唔肯卖，因为我要留咧。恁来的时阵要请你，所以就是全唔卖。啊，唔卖咧，说真侪人哦，差要卖就对啦。所以讲，我即摆灵感到位哈，因为确实咱无用，咱因大家嘛拢有因的工课哦，就因拢咧包装咧，拢咧伫内底，拢咧做迄种内底的工课哦。所以讲的时阵要做这，就是安尼半工。吼，拜伊大家拢无工课吼，啊，若无出来就罔做。所以我才甲因讲，我甲恁吼，毋是甲因两个尔，老爷还佫足济咧。我讲我甲恁因工课，哈，因即种，即反正伊就是多姿赛，伊就是足爱赢，即支就对啊，有够爱赢，伊那叫做即支，感觉讲心情真爽快就对啊，哈。我甲恁因，哈，所以讲咱即马吼，煞变成讲毋是煮起来了后，但要甲恁讲，问看恁。恁要买无？哈，啊嘛毋是像恁讲，遮尔啊侪人都要预约，因为煮起来就是无偌侪嘛，哈。所以讲，我会请去个拍出网络。今仔日，你若讲的是喏，真正要食到咱的蚵仔糕，哈，啊，就先预约讲差不多几个人要买，哈，先讲咧，哈，啊，阮有闲，因若有闲，因就来跟。来跟你分享，所以讲唔是讲安尼，甲滚甲一大堆，无，哈，这无介侪物件，哈，何况讲咱的歌嘛，唔是，咱的歌拢总啊，哈，恁拢总嘛十几桶嘛，用往来用较好，讲还佫剩一桶尔，哈，咱的大卡桶啊一桶，那就今仔，好，上早，7点我来的时阵啊，哈，都是。我拢甲恁讲吼，其实咱种青草，
咱嘛拢会去种真济家常菜哦。我嘛是会种哦，哈、哦。所以讲的时候，你看，按种种迄个刺瓜啊，哈、哦，安尼慢慢的时阵啊，啊，无可能讲，逐工都煮刺瓜啊汤，哈、哦，无可能哈、哦。结果的时候，有三四十条啊，会卡蛋，要安怎？哎、欸，人因就讲啊，都甲起来滚滚的好，这个下早的时候，啊、哦。会落去滚水，下早就好。你敢知影这个刺瓜啊？是不是咱咧教迄个春卷？春卷的真啊，润饼啦，是不是刺瓜啊？拿迄个糖粉安尼甲散咧，吼、哦，即到春卷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刺瓜啊，迄种气味，迄种好食。啊，普通咱刺瓜拢煮咸的嘛，啊啊啊，煮个刺瓜汤嘛是咸的，炒刺瓜嘛拢咸。你都唔爱去食着刺瓜啊，讲是甜的，除非就是恁咧教润饼。恁带去甲用着听，恁敢知影伊偌好食？好，打个比喻，咱讲者较歹听，哈、哦，你一罐仔摕来，即罐啊哈是咱的歌，哈、哦，不管咱的台湾之歌啦，啥物歌哈，拢、哦、总是用即支罐啊，哈、哦，所以讲恁真无管咧搞咱买原味梅啦，是迄、那个啊，所有产品啊哈，拢、哦、是即支大支罐啊，哈、哦。那呢，这回咱的往来歌的时候，就是数量无讲遐尼啊多，所以咱就用这支比这支搁小一挂的迄支就对。好，咱大话讲用这支来讲，你来看咩？这个物件，哈、哦，三四个人伫遐烤刺瓜啊皮、乌刺瓜啊籽，然后再搁串签，然后搁去甲滚到要倒，哈、哦，敢那一个要倒的时候，就嘿。滚五点钟，吼、哦，即汤滚五点钟。我问你，这物件会当下几罐？打个比喻，我即摆讲，哈、哦。所以讲的时阵啊，吼，讲正经，哪讲做起来，吼，连工钱都掉啦，都拢总无安尼啊，吼。免讲，即个老伙伊咪讲做了会成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哪有一说啦，讲来讲，哪讲我这卖起来，准来讲的时候，卖起来的时候，哦。啊，都有两三罐，吼、哦，啊有两三罐的时候，安尼来甲买一两千块，一千外块，一人来分几百块，因就爽甲要嗨呀，应该就是安尼。好，总归一句话，咱这个，咱的布瓦哥，咱就用较侪啊，哈、哦，遐布瓦哥用要到五十斤呢，啊，咱普通咧用的时候，拢是男，嘿，对，拢差伫个五十斤。你看五十斤单煮起来。多即只物件，啊！你看用迄桶仔内底又搁几罐，哈、哦！啊，所以讲即个看起来偌济人倒用，哈、哦！除了因两个，搁区个，搁我，搁义华，一两三四五六个人，哦，搁再搁一个七个人，你看嘛，七个人打个比，即鼎要倒要生七罐。我即番比论，互恁听，恁就听有。所以讲，当恁食到遮尼啊好食的时，你唔知影讲人付迄、那个。工的付出啊，我真的是无工，哈、哦，所以讲是无工啊。准讲有工的时候，敢得做有工钱，不一定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的时候，这种限量版好。所以讲今麦的时候，我答应恁，讲恁若有想要爱食我的卜仔糕，有想要食我的刺瓜仔糕，哈、哦、哈。今、哦、麦目前就是这两项啦。今麦阮的迄、那个，阮有种的，哈、哦，阮有种的哈、哦，就是这两项正当咧收就对了哈、哦。然后。讲正经啦，恁要食到上好的物件，嘛着爱这种上好的多姿赛啦，咱讲啊多姿赛啦吼。你看没啊？过两岁就九十岁啊，恁会当去食到迄九十岁安尼做出来，安尼硬硬硬，恁莫看迄足残某，迄外袂当马虎了，吼、哦，迄带大爱带到有眉角了啊写到有哪爱写甲安尼。伊感觉讲安尼有好，但会用一粒吼。啊，所以讲要带，毋是遐简单，迄用手吼咧带吼，迄有诶带咧到底，这手拢无用诶，手皮者啊，你摕带菜带来，紧咧。你讲看卖来，你讲。无啦，你讲菜带，你拄仔讲呐。唔敢遐，伊袂用即款，有无？袂用即款手捏即个来，我若咧捏。这个用的拢总无迄个头发啥个，拢做者撸个了。嗯，啊，你讲啊，这个菜草安怎无人敢养？有诶啦，假拖着我。伊即摆安有无？伊袂养这个硬啊，
啊，即摆用叶柄拖，拢会低头接到轻，唔敢拖了。拖了遮贵，拢拖无去啊！系啊，系啊，这枕头也爱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外来呢？外来，你有听无？哈，干那拖这就是爱功夫啊，袂晓拖，手嘛拢拖无去啊，这足恐怖，迄是一个撇步哦，所以唔是讲轻轻踩踩的。没有，我那在拖拢，这个手拢用的拢袂。拢袂去拖着，安尼有诶一个着落啊，毋着拖只，无着拖尾仔啊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好啦，各班朋友相信讲吓是啦，不管恁诶人生行到即马是五十岁，还是七十岁，还是八十岁啦，看恁敢知影讲诶时阵哦，啥物？诶啥？少年无啥讲也啥啊？所以讲，唔捌食过嘅物件，迄个做上稀罕哈。这个布啊，是古早布啊，是无经过改良嘅复古布啊，哈，嘛是咧做肥遐嘅肥遐布啊，哈，有法度甲变作哈，咱嘅麦啊，落去合起来嘅麦啊粿，哇，这足特色，迄实在有够好食，因为本来布啊就幼米幼米有够好食哈。所以讲嘅啥，咱嘅布啊真多开始咧卖尔，所以一盖卖啦。一盖办的时候，像咱今仔日吼，就办这个台。咱下早的时候，就办这台，办到甜满满。所以咱是煮一半落，吼，即个明仔载要搁煮。啊，伊呢计后生，还一个三工啊，吼，伊嘛是还搁有糖啊办。所以讲，这即马就是伊的生产期。啊，伊上大粒就是像这粒嘛，就上大粒吧，哈，哦，这粒算上大粒哈，上面。差不多拢才即种型就对啦。啊，若讲阮即种完果取出来吼，我著甲你讲，即要看卖相，都是无水啦，吼。算讲不外型，无讲共顾甲足水就对。好，那咧，安尼试过啊，吼，嘛是即嘛，嘛是算讲收，嘛是算讲足好生就对啦。所以讲真，嘛是算还阁真有通个卖。所以讲目前即两项物件咧，吼，恁若讲有真正要卖，吼。看到这段影片的时阵哈，马上把咱的天意也是文化哈，把恁说，会当让恁欢喜的，欢喜一下。所以讲的时候，看讲，若讲恁有，恁若爱哈，真正恁有，真正有爱，咱就把这个工课哈，或者老伙仔坐大家懵懵懵滚懵用，啊，恁就懵享受。好 ，OK。